Hey, 大家好，今天由我们四季日一雨田地产 Alice 介绍一个位于大埔区的屋苑清泉雅居。今天介绍一个是位于高层三房，建筑706尺，实用532尺的三房的单位。好，先大家入屋参观一下。一入屋是见到一个饭厅，前业主已经添住很多收纳的空间。好，饭厅隔离是三间房其中的一间房。价格非常适正。好，再大家去望望主人房。前业主已添置了个床架和一个衣柜。主人房是有两边窗，是对流窗来的。好，主人房出来是个客厅。这个客厅对出呢是一个阳台，景观非常之开扬。再带大家去望望第三间的房间。好，前业主已经添置一个碌架床的了，非常的新净。跟住带大家去望望个洗手间。洗手间是有窗的，不是黑厕，已经是浴缸添，厨具保养得尚算新净。再大家去望望个厨房，预留嗰个洗衣雪柜位，同埋一部洗衣机。上下雪柜增加收纳空间。这个单位是属于三房。但是没有走廊位的，非常实用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有兴趣的话，请致电我们四季日一雨田地产。多谢大家收看。